今天是2021年4月28，下雨，看着不明显啊。下雨天也没什么好拍，下雨天真的没什么好拍，因为天气就是阴阴暗暗的，所以一般我是不会拍下雨天。一般我是不会拍下雨天，因为这种天气这样子拍起来阴阴暗暗的，阴阴暗暗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阴阴暗暗的感觉？下雨天就是阴阴暗暗的感觉，挪来挪去都是阴阴暗暗的，所以我不喜欢拍下雨天，就是这样。这是在士林国小附近，结束。